贵圈有料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孟子义。我在《陈情令》中饰演温情，是岐山温氏的一脉旁支，然后呢是一个医师。相似点可能就是都有点刀子嘴豆腐心，然后很坚强。趣事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其实都还蛮喜欢跳舞的，所以经常就是在休息的时候一言不合就起来尬舞，我们俩互相欺负吧，就没有说一定是谁欺负谁，因为都是相互的。我最喜欢温情，因为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很可爱。就是在这个环节之前不是有一个设定，就是喜欢很讨厌要反着说，你们真的是醋和那个花椒，其实我没演过的角色都蛮想挑战，但是近期蛮想挑战工程师或是警匪。我讨厌睡觉，然后呢也讨厌吃饭，我喜欢虫子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然后我喜欢被别人无缘无故的误会和辱骂，我喜欢看微博评论。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肯定是有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所以大家才会去批评你也好，指责你也好。但我觉得所有不好的和好的坏的批评我都接受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见证我的成长，多给我一点点宽容。喜欢猫还是喜欢狗？喜欢狗。想要合作的艺人是谁？陈坤。爱情电影还是喜剧电影？喜剧电影。更注重外表是内在？外表。喜欢早起还是赖床？喜欢赖床。最喜欢哪个季节？最喜欢夏天。是不是一个自恋的人？是。会不会偷看自己粉丝的微博？会。说一句话送给你的粉丝朋友们。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不管有多么的艰难，多么的辛苦，你们都可以一直在我身边陪我。哈哈哈哈！啊，真很丑哎，怎么都，太丑了吧？谢谢贵圈有料的朋友们看我的专访，然后《陈情令》正在热播，希望你们多多支持，多多关注。